怎么省钱啊？改良的。有没有看到那张新我站的一个地毯的？以前我就是给你缝了一块啊、比较好像很硬那种地毯，还有床很多垃圾呀、啊，我觉得怕有蟑螂来给他吃。咁然后我想到啊，咁诶，我最近呢，我朋友送了一张东西给我，我就他个本来就很大的，咁我后来诶，他不会吸收种亲物，让自己的脚也很舒服，所以我就想起来 ，OK， 大概适合大小的一块的那种，就是一种软的，好像那种啊、我们我哋啊缝地沙嗰种，你看有冇办法找到啦哈？咁然后呢？我就将它剪好我适合的大小，然后准备个夹子，因为我也是蛮懒惰的。那么怎么样呢？将一条 T 恤，为什么这么喜欢 T 恤做我的地布呢？第一，它容易找到；第二，不会浪费；第三，它比较洗洗了咗之后容易干，因为地布你不可以不洗的，因为它会发臭的。啊，那么然后这样我搞条很大的大。L size 嘅，咁啊，然后咧将一个东西套进去，套进去，然后将呢度咧搵难度嘅一个就够了，你喜欢两个都可以，一个就是一种塑胶的，你因为用塑胶咧也很好，它不会冷到脚很痛，咁你将它就中间两个也可以，一个也可以，我难度一个就够了，咁然后将个后面啊呢度完全覆住嚟。看不得的，然后呢，我将它完全啊，覆在地沙度。哇，你看，因为它踩起来，你感觉到它不会弄你的脚，还有那个地毯不会个什么藏在里面给蟑螂来吃，所以它很干净，还有你踩起来软软的，好舒服的，还有每天或者两天三天。拉出来换一块布就起热了，很快干的，所以我告诉你也是很省钱的方法，对不对？ OK， 拜拜。